夏夏夏夏师傅，兄弟，来啊，兄弟，别把手持炸弹搞笑。夏师傅属于刮骨。Nope。大哥，我怀疑这个夏师傅在送。我只是口渴，想喝口奶茶而已。没事没事，我来了。哎呦，双 ace！ 哎，怎么就双 ace 了呀 ？ace 的，全死光了，十个人全死光了。我的夏师傅必须要打个国服。啊！哎呀，又赢了，真的是。那我敢说这把评分肯定是我第一。我觉得不大可能，可能是我第一。你们毕竟。怎么会一波不了？我死了！哎哎哎哎哎！完蛋，完了！我靠，你们这样子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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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出不去呀，动都动不了，我没有名刀了呀！明明一波结束了的东西，我吐了。明明要一波的，结果反输了，我去。